苗栗县公馆乡算全国唯一丰泽专业栽种区，当年的产值超过台币两亿元，从两百个是做出开发的大果区。不过没水，你看鲜花比往年少，也比往年短，农民动手经营的产量不受到影响。那么三百人公顷的五二天，当多天里啊，根本就没水，国家避开了五二当难种，农民动不奈何，这样子的其他天空包。要得落水。照理说可以长这么长，但是它现在长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是老树，所以它树势比较弱，那加上干旱的影响，所以它长得比较短。苗栗公馆当有名的丰泽，也拄好是开花必顺的时节。不过农民观察，受到欠水的影响，今年盛开的苏花，相比往年短了一半，受大致淋雨影响收成。所以我们今年的丰泽一般来讲，70-80%就是来的芽点，非常的短枝。那芽点短的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红枣的花跟果相对的减少。除了丰泽以外，公馆乡的乌叶咪因为欠水，部分的田都遭到别落别落。虽然前包的落一层救命衣，不过整体来讲，虽然还是唔拉。因为我们最近水量其实越来越少，所以如果农民他本来两小时就会灌一次水，他至少后来都变成4小时、6小时，就是我们其实灌溉沟渠的水量也越来越少。每到桥路停工落雨，公馆乡五谷强每期盼起义发挥，乡公所农会同民意代表上菜出席，却希望露天工一家落雨，要积极做田旱的艰苦。下个新闻杨以诺苗栗报道。